里面人在睡觉。来，不要动，都不要动哦，都不要动，来，起来蹲下，蹲下。警方进入房间，随即喝令房内人员不准动。经过一个多月的跟监追查，南港分局员警日前到这名绰号贵妃的药头位于新北市三重处租屋处搜查，除了查获毒品安非他命两包及五组吸食器等违禁品外，发现房间里竟然还藏有三名通缉犯，而且房间内还装有监视器萤幕监控屋外状况以躲避查缉，不过还是被警方破获。112年3月间，南港分局查获一名廖姓药脚，发现其长期向一名绰号贵妃的药头购买毒品，经警方透过跟监搜证锁定犯嫌藏匿及毒品交易场所，随即备卷申准搜索票，于日前持搜索票至新北市三重区药头租屋处搜索，除搜得毒品安非他命两包、吸食器五组等违禁物外，发现房间内竟藏有三名通缉犯，且房间内装设监视器萤幕监控屋外状况，显为设防规避查缉。警方除了将这四名嫌犯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通缉等案移送法办外，也强调会持续加强查缉毒品，向上溯源，向下刨根，全力打击贩毒集团，不让毒品危害国人健康。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